您现在看到的是 Excelsior 西星宿21号室，于1998年竣工，13层建的高级公寓，墙楼角部的户型设计在采光通风上更加优秀。公寓地点在东京都涩谷区本町，徒步圈内3条电车线路，最近车站步行仅3分，交通十分便利。进门是一个玄关。左边是我们的次卧，采用的是双床脚步屋设计。坐便我们采用的是日本温水马桶，不仅可以调节温度，还可以调试洗净强度。就是客厅了，让您和家人还有朋友都能享受这个舒适的空间。最后我们来环顾一下我们的 Excelsior 西星宿吧。